那你们在那个矿泉水下去哈，比如说你矿泉水喝了一半，你要装茶的话啊，我现在这个茶还没有那么烫哦，要装的话可以，待会下车的时候哦，你可以到前面来装。那个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导览江小姐，江小姐她会带你们去走了一趟，然后再做一个解说。那么下车的地方就是上车的地方，就是说我们车子就摆在这里不动，我们车子就停在这里哈。我跟你讲哈，那个我们的导览呢哈，我们的导览他带你们走是没有走回头路的。假如你们有人不想走太累的话，你就回到这个地方来上车。好的，好，来，请各位下车，请各位下车来。